让你小助手假扮未婚妻，人家愿意吗？当然愿意，我可是付了钱的。那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？不愿意。但我愿意。我看见他往家里搬回了一个保险箱，没猜错的话，那个箱子里应该有很重要的东西。看来还是楚总技高一筹。其实我就是想让老王露出破绽，我就知道我假装投诚，那个老狐狸根本不会相信。捉鳖计划正式启动。幸亏我们俩来得及时，没什么大碍吧？没事。录音了吗？有了这个，完全可以定他们的罪了。颜真，在哪儿？